朕让你选择立后的良辰吉日，你选的是哪天啊？纳后的吉日在半年之后。先以贵妃的身份纳燕姨进宫，但要用皇后之礼，择日再议。主商量成亲，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如此荣幸。难得让你准备何时娶燕燕？什么关注事情？你去看一下你自己的嫁妆。这个皇妃金冠是怎么回事？我不能嫁给他，德然哥哥都已经定亲了。这是赐婚，你明白吗？至于你跟韩德然，你们俩今生有情无缘了。你和燕燕的婚事怕是不成啊！主上给魏王府下了圣旨，要拿燕燕为妃。亏在一心之下，私发圣旨，而且你谋夺我死了。燕燕，你别在里面做缩头乌龟！你给我出来！你以为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？我早就知道你们有婚约在身。王，我们还对他这么好，我们为他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冒了这么多险，他就算下了圣旨又怎么样？我这辈子要嫁的就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是我心中唯一认定的妻子，离开上京，也不要再回来。拿着这个令牌，去把你妹妹和韩德让追回来。你要知道，他们是逃不掉的。你只有把燕燕活着带回来，才能把事情控制在对我们最有利的局面。燕王府和魏王府的人传来消息，说燕燕姑娘。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放开燕燕，让她跟我回上京。我们走。